我这个位置不巧的时候，我回来之后，我那一条条起之后，你看离近了，你看跑出去了吧？嗯。啊，我们出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说一定是往远处，发现了吗？嗯。往远处，我们够得远，能扎进去，我力气就扎了，是吧？嗯。我起的时候，你看，头能怎么调啊？你看，哎，看看到没？这脚了吗？嗯。调起来之后，脚这样，发现了吗？嗯。这脚已经扬起，正起来。嗯。我这一踩过去呢，嗯。我们一踩到这一盘，然后呢？嗯。哎，如果要是腿给你踩上，或者前面如果踩在这个位置上，或者踩这个位置上，都踩倒了。嗯。踩倒了之后，我一踩的时候，人已经盘上了，是吧？对对。哎，这走斜步盘斜，那这个呢，腰胯豆了。嗡。啊，这是斜步。哎，这是斜步，所以说，它要演深一点呢，就是这样的用法。一挑之后，完事一戳下去，你发现了吗？嗯。这戳完落下，然后拧身呢。嗯。哎，羡慕你。没有腿，所以说这脚位这个起啊，它有盘有粗，它有这个有带，它这里边有用法，变化无穷，练的动词，所以它不是一个秀，它练的什么呀？练的是腰身，练的是腰身，你看，练的是这个，这个身武的部位，再讲呢，拉弓式有老功夫，拉弓式有好。